我是 Pola。 嗨，我是甜甜。我们家吃什么？我们家吃小小冰玉米 cheese 泡面，超可爱的。太可爱了吧。这个应该一只眼睛的应该是叫 Stua。 Stua， yes。 好了，我们赶快把这个可爱的东西打开。好，你看这个小小冰的鱼板，太可爱了吧。还有两包架。好了，先加这个，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感觉像 cheese 哎。那我们先加水、cheese 粉，最后再加。好，现在就等待它泡好。你好了吗？我好了。我知道泡好了，泡面也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打开吧。好，噔噔噔噔，看我们小小兵在游泳，再一个爱了。而且它泡完会放大，很好笑，像呆头，呆头泡。哎，居然好多，对啊，好多好多。这个有玉米味，感觉热腾腾，很香，而且里面真的有玉米。对啊，哎，好好香哦，好玉米浓汤哦，玉米浓汤泡面，很香哎。好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很想吃它，我也吃吧。它面是 Q 的。嗯，超 Q， 就跟一般泡面不一样。嗯，就是韩国拉面的厉害。嗯，很够味。嗯，就是它面上面都会有满满它的汤的味道。好喝，就是一种 cheese 浓汤的味道。嗯，它是不是有点辣？嗯，喝汤的话会觉得有点辣。哎，这个超好吃的，我们来找小小兵在哪吧。好啊，找到了。你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来吃它了。干杯！这是鱼板味。嗯。而且它那么小，竟然可以吃出它的味道，也是蛮厉害的。小小冰味，我看小小冰这个味，你小小冰味是不是？包裹味，这是包裹身上的味道。你们觉得小小冰玉米 cheese 泡面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超好吃，超好吃的，两碗都不是问题，太夸张了。好，那时候我们下次再见喽。